同学们大家好，在临床中，动物出现胃肠炎时会出现呕吐和腹泻等症状。动物长时间的呕吐和腹泻为什么会导致动物死亡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脱水来解决这个问题。脱水是指机体由于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或者丧失过多而引起的体液总量减少的现象。根据脱水时血浆渗透压的改变，可将脱水分为高渗性脱水、低渗性脱水和等渗性脱水。在一定情况下，这三种脱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高渗性脱水又称为单纯性脱水，主要是以水的丢失为主，而电解质丢失较少。其发病原因有饮水不足或失水过多。如在山地或沙漠的动物因水资源缺乏而饮水不足，也可见于咽部发炎、破伤风等疾病时由于饮水障碍而引起的水摄入不足。失水过多的情况常见于经胃肠道、皮肤、肺脏、肾丢失，如肠炎时可在短时间内排出大量的低渗性水样的粪便。过度使溢时常使动物大汗淋漓，换气过度时导致大量水分随呼吸而丢失，服用过量的利尿剂时使大量的水分随尿排出而造成高渗性脱水。高渗性脱水对机体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细胞内液向细胞外液转移。由于细胞外液高渗，使细胞内液向细胞外液转移，细胞外液得到部分恢复，但同时也引起了细胞脱水，严重者发生脑细胞脱水，出现神经症状，如步态不稳、肌肉抽搐、嗜睡甚至昏迷。二、口渴和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加，细胞外液容量减少和渗透压增高，可通过渗透压感受器和渴感中枢引起动物口渴。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加，使水的重吸收增多，尿量减少，尿钠浓度增加。三、血液学变化，血钠和血浆蛋白浓缩增高，单位体积血液中红细胞数增多，血浆血红蛋白含量增高，但红细胞压积通常变化不大。四、细胞外液容量减少，使皮肤水分蒸发减少，影响散热，导致体内的热量蓄积，引发脱水热。防治原则：一、防治原发病，去除病因；二、补水，可浸注5%的葡萄糖溶液，但要注意适当的补钠。虽然病虚血钠浓度增加，但体内的总钠量是减少的。待缺水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纠正后，适当补钠，可给予生理盐水与5%的葡萄糖混合液。三、适当补钾。细胞脱水时伴有钾的外移和丢失。低渗性脱水又称为缺盐性脱水，是以电解质的丢失为主，失水少于失盐。其发病原因有补液不当、丢钠过多，如腹泻、中暑和过劳等引起体液大量丧失后，只补充水分，忽略了电解质的补充，使血浆和组织间液的钠含量减少，其渗透压降低。丢钠过多，如慢性肾功能不全时，醛固酮分泌减少，抑制肾小管对钠的重吸收，或长期使用利尿剂，
可抑制肾小管对钠的充吸收。低渗性脱水对机体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细胞外液容量减少，是低渗性脱水的主要特点。同时，由于细胞外液的低渗，使水分从细胞外液向渗透压相对较高的细胞内转移，从而使本来减少的细胞外液进一步下降，严重时导致外周循环衰竭。二、血浆渗透压降低，一般无咳感，饮水减少，故机体虽然缺水，但却难以经口补液。同时，由于细胞外液低渗，抑制渗透压感受器，使抗利尿激素分泌量减少，肾远区小管和集合小管对水的重吸收也相应减少，导致多尿和排水量增加。三、血液学变化，血浆容量减少和渗透压降低，可使单位体积血液中红细胞数量增加，血红蛋白量增加，红细胞压积显著增大，血容量减少，组织间液向血管内转移，使组织间液减少更明显，出现明显的失水体征，如皮肤弹性减退、眼球凹陷等。四、肾脏失纳，经肾失纳的患虚，尿钠含量增多，如是肾外原因所致，则因低血容量所致的肾血流量减少而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的系统，使肾小管重吸收增多，结果导致尿钠含量减少。防治原则：一、积极防治原发病，去除病因；二、原则上基于生理盐水，以恢复细胞外液容量；三、如缺钠严重，则适当给予高渗盐，既补葡萄糖溶液。等渗性脱水又称为混合性脱水，是指机体丧失等渗性体液，水和电解质同时等比例丢失，血浆渗透压基本不变。其发病原因主要有，如动物出现呕吐、腹泻时大量消化液的丢失是最常见的原因。另外，软组织损伤、大面积烧伤等也可丢失大量等渗性体液。等渗性脱水对机体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细胞外液容量减少，使回心血量下降，心输出量降低，严重时可引起血压降低，甚至休克。二、细胞外液容量减少，而细胞内液变化不大，使血液浓缩，单位体积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增加，血红蛋白含量增高，红细胞压积增大。三、细胞外液容量减少，可引起抗利尿激素和醛固酮的分泌，促进肾脏重吸收水和钠，使细胞外液量有所增加。防治原则：除防治原发病外，以恢复血容量为主，可先给予生理盐水以扩充血容量，一旦血压恢复，可改用 5% 的葡萄糖加等量生理盐水，防止由于水分的不断丢失而可能导致的高渗性脱水。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次学习的内容：脱水的概念、脱水的三种类型。请大家思考一下，当动物出现脱水后，如何去辨别高渗性脱水、低渗性脱水、等渗性脱水。亲爱的同学们，本次课到此结束，下次见。